Hello，今天我们要来录杂志啦。我是第一次到那么远的郊区，但是这边的风景都好好看，非常的舒服。今天阳光也很好哎。今天的造型怎么样呢？打个分。待会见。感受到现在风有多大，但是吹上来是好了。这是我的第二套服装，我转不了圈，我这样转半圈，是不是很期待呢？我也很期待，毕竟我其实是很少穿背心的，这个也还算可以接受吧，也不是那么的背心。待会见，我先拍第二套了。第三套结束啦，第一次的跟马一起摆拍，我感觉他好像比我有表演的欲望，他都要把我挤出去了。然后学到了就是要让他停了之后就要喊玉，然后开始走的时候就架，虽然还是不是特别受控制，毕竟没有经验。期待成片哦，期待期待。好，我要跟大家介绍我的一个新朋友。Hello, hello。到哪了的？这边是我居住的地方，是不是很舒服呢？听到了吗？他说的，好乖，他真的，我觉得是跟我非常的投缘。他连喝水的动作都那么的优雅。好了，介绍完毕，换下一套服装了，待会儿。我们第五套拍完啦，外套稍微有点热，所以暂时先把它脱掉了。我第一名目前是白马的那一套，还有最后一套，看这个记录会不会被打破吧。还有最后一套就下班路。今天在这边还是很舒服的。收工啦，拜拜。